三位老师好，二十四位女嘉宾好，我叫梁小刚，今年25岁。来自浙江宁波，这是我的小伙伴图图。能上飞尘这个节目非常的难得，想让我的小伙伴跟我一起经历这个飞尘之旅。本嘉宾由更懂你的世纪家园网推荐，来选你的心动女生。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，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。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，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。港荣蒸蛋糕，好吃不上火，爱之请回答。你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希望对方将来能够和我一起回到大草原看星星。我是来自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。哇，这个呢就是我的家乡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草原，叫火山地质草原。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火山和草原相互交映。这个呢是我生活的地方，包头的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草原，叫做希腊牧人。有一条希腊牧人河呢蜿蜒而过。哇哦。这个呢是我生活的包头市的市中心的一个草原，叫做塞罕塔拉草原。它是亚洲最大的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城中草原。这个叫草原还是叫草坪啊？草坪足够大就可以叫草原了。贾小蛋，你好，男嘉宾。你好。我13岁之前是生活在内蒙古，应该离你还挺近的，就是在额尔古纳。那个地方一点都不近，可远了。也不是很远吧，好像。然后那边也是有大草原，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星星，就是长大了之后发现好多年都没有好好的就是看星星了。对，就像你说的一样，现在在城市里面看星星就是很难得。哇、wow。